讲未啊？外功夫学翻两步吧，学下广州话，再去讲客家。无分神或者语旧吧，越去讲越有 feel， 原来这粤语嘛。当真先抢答欢乐吧，俗语俚语暗语都有感觉嘛。广州话不再煲冬瓜，来一起收睇快乐播出嘻哈。大家开心，我哋继续 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大家开心，我哋继续 encore， come and speak with me。多谢各位捧场啊！多谢我哋珠江频道全新力推嘅非常得人中意嘅节目，叫做《越讲越掂》啊！俾掌声我哋先啦吓。你知唔知啊？我头先入嚟个录影棚嘅时候啊，我喺外面已经听到个姐讲啊，佢话：哇，呢个节目啊，快啲入去睇啊！佢话我边睇啊边啊开心到笑到濑尿啊！系啊，系啊，人哋讲系开心到流眼泪，唉，唔系，其实我想问佢究竟系觉得咩好笑咧？诶，净系听见阿霞姐嗰啲啊广东话都得啦。仲有啊？乜嘢？我哋嘅领导啊，领导啊，点讲？领导就好冻下噶啦。唔系，我哋嘅领导仲夸奖我啊！哇，你嘅广东系真系太掂啦！佢真系夸张你啊！夸奖我，呢个夸奖系真系太掂啦！趁有嘉宾喺度，阿捞喺度，阿静文喺度，我哋即刻要考考阿吴霞，睇下领导话你嗰啲普通话真系点啊！大家知啊，我哋科普一下，广东话咧就系叫九个音嘅，色石食瓜果菜牛腩面，听住啦喎，色石食瓜果面牛腩面。瓜果菜牛腩面，多谢支持，多谢支持。嗱，头先阿鹏嗰个都可以，另外一个咧就系你试下讲啊，屎屎屎屎屎屎，即系屎咧就系咩？一首诗嘅诗，屎咧就系历史嘅屎，咁啊跟住屎咧就系即系杀人嗰个屎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另外一个就系屎屎屎。事呢就是一件事的事，事呢就是市场的事，事呢就是是非的事。咁跟住呢另外嗰三个呢就係咩呢，色刺同埋食。色刺食。係啦，你试下好快咁样讲，色刺食色刺。色刺食色刺食色刺食。哇，直头呢好似嗰啲 DJ， 色刺食色刺食色刺食。多谢。多谢多谢。OK， 更多视频互动呢，请大家登录如下合作媒体。哇吼，那么第一位嘉宾是何方神圣呢？请台 VCR 先。嗨，大家好，我是邱美希，我来自四川，在广州呢待了有差不多十年。那说起接触粤语呢，要从我自己的一段伤心往事开始。那时候跟广州的男朋友分手之后，自己呢就出来投入到社会中，还找了其他女朋友，分了手还要来找回我，哼。然后工作中学习中有很多朋友都是广州人，然后呢我就自己开始慢慢的接触白话，听粤语歌啊，看很多粤语电影。如果用白话说翻鬼佬怎么说啊？犯鬼佬咯。犯鬼佬咯。那到现在呢，我觉得我自己逛街啊，日常生活用广州话来沟通呢都是没问题的。这个几钱啊？两个好晒啊，便宜好不好啊？两个一百好不好啊？所以到现在呢，我觉得我自己讲白话都好掂啊。欢迎出雪，大家好。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位的挑战者，什么名字？我广州话叫邱雪依。你说邱雪。邱雪是啱的。事不宜迟，马上请邱雪接受我们三国挑战。来了喎，三一上。一、二、三，卡。嗯。请问睇到乜嘢？乜嘢都冇睇到。至少有我哋嘅靓仔同埋靓女啩。呢个系咧？广东话点讲？招财猫。我完全睇唔到噶。系咩？我都唔知佢存在个喺度。咁
得佢食到乜嘢咧？食唔出。食唔出。软噶。吓？肉咩？肉。嗯。软嘅。嗯。味道完全唔知。萝卜糕。咩话？萝卜糕。大声啲。萝卜糕咯。萝卜糕。糕啊！萝卜糕。摸到乜嘢？咩嚟噶？好似我哋运动嗰阵时玩嗰个叫咩啊？箭系嘛？箭啊，系啊，阿老成日都好中意玩，佢话你箭啊，摸到嘅系点讲？箭咯、啊，普通话叫箭子，对，箭子，广州话叫箭，哦，箭啊，好，第一个呢个三角挑战之后，我哋请两位。阿 Low 帮我打打分好唔好啊？嗯，佢啲发音都几好，咁所以咧比尽都系得900嘅啫。哦，900。而家暂时阿 Low 俾你嘅系900分。嗯，我希望通过你嘅努力咧拎埋嗰100分。用一句贵州话闹佢，你一闹完佢咧，佢、就俾埋嗰100嚟噶啦。但系你要用一种咧好温柔嘅态度嚟闹我，但系要闹得好恶嘅。预备，开始。是，你好讨厌啊。远啊！人工呼吸，俾唔俾啊？先100咋？加多100，千一分啊，大佬！你有这句话，为什么你男朋友会离开你呢？对啊，太过分了！你帮我早说嘛！唐 Sir， 你帮我去教训你都冇咩机会啦！天涯何处无芳草，你旁边就有件宝啦嘛！我终于有头发噶！好啦，咁而家分数系1100系嘛？我谂谂下，佢讲到咁好，我俾1200添。O K， 你今日都要系啊，系嗰边啊。马上挑战我嚟呢个咩环节啊？答得快，好世界。第一关，答得快，好世界。每位选手有30秒时间作答，每答对一题100分，答错唔扣分。开始，生仔，生小孩，对，相睇，相亲，对，新抱，媳妇。对，氹女仔，哄女孩，对，缩骨，猥琐，错，嗌交，吵架，对，石石，亲亲，对，一嚿水，100块，对，晏昼，晚下午，对，蒙猪眼，遮着眼睛，只有一只眼睛，遮眼睛，咁就错啦，好啦。不包括呢个蒙猪眼，佢前面总共喺30秒答对咗几多个呢？阿霞，历史上最高分800分。哇！多谢多谢。正文，你又最唔缩骨噶啦？你话俾佢听，乜嘢叫缩骨？因为我骨已经好细啦，冇得缩噶啦。我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买单的时候。然后大方的人都说：“哎，我来，我来。”哎，等我嚟，等我嚟。掏钱包，等我啊，等我啊。然后缩骨的人是怎样？小气。哎，去洗手间先。哎，就是缩起来，让别人不要发现他，就是小气的意思。广东人咧都有一句嘢咧，要袋住喺袋。识男朋友咧，记住佢唔好有呢三宝。系咩三宝呢？就系缩骨、蒜爆同埋老土。即系缩骨爆系咩？蒜爆即系样样嘢计到足啊！系啊，即系计数算到佢爆晒咁样啊！很执着，系老土，即系譬如老土咁啊，即系话个人即系譬如唔时髦啊，跟唔上个潮流啊，咁样又得，又或者系佢咧啲即系啲嘢硬系要同你拗嘅，咁鬼老土噶，好守旧，系啊，好守旧嘅。咁啊，缩骨啊，梗系嗰啲啦，即系一到埋单嘅时候咧，你同佢一齐去食饭噶嘛，好埋单。啊！我去洗手间先，系嘛？嗱，我讲嘅时候，后边嗰啲人已经喺度笑紧，系啦。阿七姑奶、八姨婆嗰啲咪咁咯，咁啊，好多都系咁噶。好啦，八题再加头先嘅1200分，2000分。哇，犀利！恭喜晒，唔该晒。接住落嚟系两位嘉宾一齐出嚟打孖出，打系喎，打孖出系边个咧？睇下 VCR 啊。逗乐，你逗笑。
好像我们两个不认识一样，实际上我们两个特别熟。我就是逗笑，我叫逗乐，我是地道的北京人，我是湖北武汉人，我们两个是从小一起合作，是相声演员，在舞台上是一对搭档。我们呢，尤其是相声演员，这个语言能力要很强。那个粤语你可以吗？当然好。那我考一考你，就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国国国家有国国国家的国歌。呀，你说的太慢了。狗狗干有狗狗干给狗狗。别说了。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禽流感呢？你现在怎么说都没有用。到时候咱们在与广语那个栏目现场，咱们再比比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Yes。耶！呢个就头先我哋 VCR 入边咧就国歌国歌嘅，你再嚟试一试啊！1、2、3，嗰个国家有国国国家嘅国歌，国国国家国国家国家国歌。真系叫做原版原版嚟嘅。呢个就系我哋嘅活宝吓。一眼望落去就直头觉得佢哋真系亲兄弟，事实上唔系亲兄弟嘅。都唔似，我哋两个边系亲？我觉得你似我靓仔啲嘛。你靓仔啲，咁你觉得咧？佢似我啊。我哋知道要嚟参加呢个越讲越掂呢个节目栏目，我就恶补了一下广东话，所以我而家嘅水平就系一定要一半普通话，一半广东话捞埋嚟讲，好劲啊！咁如果一路讲广东话就肯定就不行。OK， 明白晒。我睇见佢开始有少少似成龙大哥。成龙大哥去嗰啲电影颁奖礼都系咁嘅，一半广东话一半普通话嘅，讲到台下所有人都唔好明嘅。所以我嘅呢个程度咧就好佢少少，佢依家系担词，我已经学到句型噶啦。哇，几犀利！我就同你讲，今日系比赛，因为有奖品，所以你即管就放马过嚟。咁我哋今日就拭目以待，睇下斗笑斗落咧，边个成绩稍为会高班少少，边个玩先？我嚟，你嚟啦，逗笑嚟啦！各位姊妹请准备啦，3、2、1，开始！三绝挑战，3、2、1 ，OK。吃到什么？仲有一嚿啊，可唔可以攞出嚟睇下？唔得，可以。柠檬，柠檬系啱嘅。该你啦。摸到乜嘢？田鸡啊！系嘛？鸡你都摸到？识喐嘅喎。田鸡。睇到啲咩咧？羹啊，匙羹系嘛？匙羹，呢个嘅普通话叫做棒棒糖，广州话叫做棒糖，波板糖，系啊，波板糖，棍仔糖又得，棍仔糖啊，冇错啦，相当厉害啦，咁啊，咋就林打打分先，1003分，哇，好嘢，好，再上升一下，接下来有请逗乐。哇！3、2、1 ，OK， 收工啦！食到乜嘢？鱼丸，系好食，鱼丸。好，唔系嗰个叫咩鱼丸啊？就系鱼蛋。系鱼蛋，系鱼蛋，系鱼蛋。啱晒，相当唔错。睇到乜嘢？一条嘢，一条咩嘢？好长一条嘢，几长啊？字乜嘢？树枝。哦，类似树枝。哇！是树枝样的，叫什么？哇！呢条双孖藤条啊，冇错啦，佢都识讲啊，系藤条嚟噶。知唔知做咩用噶？我知啊，做咩用？细嗰阵时。屋企有嘅。哦，即係你都中過唔少招嘅。我哋細個呢俾啲雙孖藤條打得好慘嘅。以前我阿媽呢最初用一條藤條嘅啫。後尾呢因為我哋成日縮呀，佢就話呢喔、哦、你周圍縮嚟縮去嘛，就買一條雙孖藤條一打，唔係一條痕呀，佢係嗰兩條痕係咁樣。其實我想問你，大佬俾人揼得多定係你俾人，即係阿林海峰？我覺得係阿佬俾人揼得多。我同我大佬可以話係呢個成吉思汗打仔，大漢揼細漢一樣嘅。係啦，佢又揼下我，我又揼下佢咁。好啊，仲有一個係摸到啲乜嘢？摸都係一條嘢，都係一條嘢。好辣手嘅嗰、那個叫咩？好吉手。青瓜。青瓜是青瓜，哇！呢条青瓜都算长啊，真系呢个犀利啊！全部答啱，觉得佢哋旗鼓相当。系啊，1003分啦，冇错，1003分，即叫做假分不离亲兄弟啊！咁睇睇第二环节咧，边个可以抢多啲分啦？好，都系你先，我先。
请准备了吧，开始。栋笃笑，脱口秀。对，亚炸，不知道。飞，发牛豆，发呆。对，稳阵，这踏实。对，着数，有好处。对，交叉，过，这橡皮。对，执生，你自己过。老积，过。水喉，冇啦，答啱五题，五百分，一千三加五百分。得分是1800分。好了，哪吒，哪吒系咩意思？哪吒，这个不知道。左头左势，如果你再肥啲，你喺舞台就好哪吒噶啦。如果再肥啲嘅话，就系叫哪哪吒吒噶啦。哪吒吒，好多听过。哪吒咧，首先系从形容佢一个嘅体型，好左地方，很占地方。但慢慢引申到了，就这个人呢，为人处事啊，非常的霸道。霸道，哎，什么事都，哎，就这种感觉，就哪吒。OK。好啦，1800分，我哋到啊斗落啦噃。开好开好，佢冇喺度哪吒。啊！活学活用啊，吓，犀利啊呢个。嚟啊！准备计时开始，夹手夹脚。那个过。劲抽。厉害。啱。烧牙，那个龅牙，啱；乱毛，你卷毛，啱；手指公，那个，大拇指，啱；出粮，发钱出薪水，啱；姑姐，我爸他妹，不是那个，过，话知你，我告诉你，错，牙医，哎呦，我牙医，都系打。分，哎，加上之前的1300分都是1800分。来，一齐过来。通常爸爸嘅家姐，我哋就会叫姑妈啦，大啲噶嘛。咁就如果爸爸嘅妹妹咧，就可以叫姑姐嘅。对我嚟讲，我觉得无论佢个年纪几大，总之佢系亲戚，佢系女性嘅话，我一定嗌佢靓女嘅。诶，都啱，我冇啲啊，啱啦，靓女冇错。一见到嗰啲熟嘅，喂，靓女。炸英啊！如果是男性嘅话，哇，靓仔啊，靓仔，实开心嘅。我而家啲细路仔最靓女添啊！你一见到最靓女系你咧，开心到佢。资深靓靓女系啦。OK， 反正现在是打了平手，都是1800分。今天两个人呢来了之外呢，好似都有啲朋友过嚟啊，介绍一下。我嘅亲友团。哎呀，呢班都系你亲戚嚟噶，我妹嚟噶。咁你咧？好，我呢个都系妹嚟嘅，两个妹，表妹，表妹。好，两位请就位。OK，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嘉宾，系冰伟咧，睇下 VCR。Namaste， 十咩系 ？Even。Hello， 大家好，呢个系。Jam 吉米娜，你覺得我是哪度人呢？我是印度人。知不知道為什麼我懂得廣州話？因為我有個特別功能，我去哪度我就3个月搞定的了。無論哪度倍儿棒的普通話啥玩咱們都行。咩嘅啊？中國嘅你係看到嗎？泰國。知唔知啊？我覺得你可以做我嘅廣東話嘅老師啦，就我做你廣東話嘅老師得唔得啊？我做你廣東話嘅老鼠啊，差唔多。老鼠嘅咩意思啊？咩？我聽唔明啊！佢話唔係做你老師啊！佢即係意思話點可以做老師咧？做老鼠就得咁啫。我老鼠有好意，佢真係廣東通啊！我想知道咧，你係用咩方法去學？廣東話啦，睇到啲香港劇啦，睇廣東好，係啦，
喺珠江台。珠江台啫嘛，珠江台好多香港劇。好啦，马上接受下呢个三角挑战啦，好唔好啊？各位姊妹准备，三二一 ，Go！ 一、二、三 ，OK。食紧乜嘢？菠萝蜜瓜。菠萝蜜。菠萝蜜，啱嘅。摸到乜嘢？蛇。啊？蛇。湿湿地嘅。蛇吓死咯。呢条系爱嚟专门爱嚟啫啫美极煲仔饭，广东人最中意嘅黄鳝啊。黄鳝。英文名叫做 Yellow Sun 啊。我就知道。睇到啲乜嘢？乜都冇睇到，那個女人嘅話，你睇到嗰樣嘢啦，乜都睇唔到嗰樣嘢都好食噶，士巴拿。咁你自己食啦，好啦，請我哋啊嘉賓幫阿吉米娜打打分啦，好唔好其實我哋兩個都覺得咧，佢對即係廣東文化好了解嘅，係啊，同埋佢同阿肥鵬搭爹嗰時候咧，佢搭得好好啊，你食啦咁樣，即係其實廣東人就係咁講嘢噶嘛，誒、欸、鬼信你啊，即係嗰啲 feel 咁。淨係因為咁樣啊，都俾到千四分啊真係。都是你廣州的朋友是阿文文蓉蓉同埋 Jerry 好了带着我们亲友团还有带着他的1400分起步马上来到得得快好世界开始温书温书不懂就飞啦、啊、飞飞飞温书顶心参飞老细老板老板对搵食就是干活早吃啱银子钱啱粟米玉米啱两仔乸两仔乸咪你咯答对四题四百分一千四加四百一千八百分不过刚才我们要补下课有几道题前面几道题都飞掉了第一个是第一个是温书温习功课温书温习功课我们叫温书第二个啊顶心参要搞他啊激气啊有你想想在个心口那里有整支木督住你那啊一路个心又跳不到又硬住硬住那样那你是不是很辛苦哦头先错 sorry 了我知道你做了顶心参啊咁两仔乸其实佢知嘅，两仔乸只不过即系话妈妈同个仔，我哋广东话叫两仔乸。谢谢居民啊，请回座位。OK， 经过我们第一轮的小事牛刀，系咁讲噶，非常好，继续高兴。咁嚟睇下四位嘉宾而家嘅得分情况。优雪2000分，窦少1800分，窦乐1800分。Jimmy 啊1800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第二轮叫做15、16揀边个睇下点玩先第二关15、16揀边个主持人提问四位选手同时答题答对一题200分答错不扣分每位选手有一次求在现场亲友机会亲友答对100分答错倒扣100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跟我们节目互动起来拿起你的手机添加珠江频道的微信新浪微博下载百灵闪拍 APP 参与同步答题向栏目组出题赢大奖看一看我们的第一题先请看题板云吉是什么意思呢 A 吊丝小云云 B 贪图吉利 C 徒劳无功苦恼 D 糊里糊涂大猛有冇头绪啊 ？B 啊，贪图吉利系啊，有意思啊，因为佢入边有个吉字，有个吉字。Jimmy 啊，广州通，我而家就俾咗答案，屌丝小混混，因为佢有个混字啊。OK， 四位请准备，我数三二一，请亮答案，请亮题板，请亮题板，答案。有中啊！正确答案是什么？请看 C， 徒劳无功苦恼。我们来看一段 VCR 介绍。哎呀！
最近呢，我哋椰香楼嘅生意又奇差无比，都唔知点解就发生乜嘢事嘅，所以呢，今日就要同大家一齐召开呢一个员工大会，问下点解发生咩事，点样解决啊？阿飘姑姐啊，工作场合叫老板娘。啊，老表老板娘，听我话咧就换过晒两条蛋散佢，跟住换晒嗰啲十八廿二嗰啲靓女，哇！啲客人啊唔想食都想睇，到时就飞步飞飞步飞针。死你啊！到时系服侍你啊，定服侍啲客啊？吓，抵你死啊！成日抽啲女客人水吓，人哋唔敢嚟啦。啊！你两个而家系咪玩踢爆啊？冇啊冇啊！我唔会话俾老板娘知，你买餸成日都打虎头嘅，成日拣埋啲烂菜烂肉翻嚟俾我煮啊！作死你啊！嗱，我谂住趁机一场收留你啊！吓，仲要打虎头啊嘛？今日我唔打佢啦，呢个唔姓铁。冤枉啊！阿伯。啊，老板娘，我今朝啲洗镬水唔记得倒，我去倒咗佢先啦。喂喂喂，你冇得，打死你啊！我见面，我谂到，我哋有咁多嘅洗镬水，我将啲洗镬水积积埋埋摆埋一齐，跟住咧免费俾嗰啲客人饮。哇，咁啊飞唔飞啦？但系空溜溜嘅清汤，名唔好听喎、啊。唉，所以话你啊，吉就系空，空就系吉，咁啊就叫吉汤啦。汤呢个名都过得去喎，好似一啲就咁啦。先啲吉汤啊，真系好好饮啊！嗬，系咯系咯，仲要免费添啊！快啲翻屋企叫埋啲姨妈姑姐过嚟啦。两位两位两位，咩事？你哋话边度有免费嘅汤饮话？咪就系嗰个椰香楼咯。而家招上门啊，全部送免费吉汤啊！系啊系啊，我哋啱先饮完咋，我哋谂住翻屋企咧，叫埋啲姨妈姑爹去饮啊！走啦走走走走。免费嘅吉汤，唉，冇理由噶，朝头早咁多人嚟，营业额得鸡碎咁多嘅。阿牛啊，呢间椰香楼咧出咗名贵噶，你每日喺码头搵个鸡碎咁多，不如我哋都系走啦，唔好嘥钱啦，好唔好啊？阿娜，系我冇用，我一直都俾唔到啲咩好嘢你食，但系今日系你牛日。咁啱呢个椰香楼又有一个吉汤系免费嘅，就算再冇面都好，我都要带你嚟噶啦。阿牛，你对我真系好啊！阿牛，两位客官啊，呢两碗系我哋店送嘅吉汤啊，请你哋慢用啊。我哋不如饮咯。啊，好好味啊！我好耐都冇饮过啲有肉味嘅汤啦。你睇下周围已经冇晒人啦。不如走咯，咪行先。两位客官，嚟到椰香楼饮碗吉汤就走人啦。你哋唔系咁厚面皮啊嘛，想唔埋单就走？死啦死啦，牛点算啊？点算啊？唔使惊，我喺度。又系你哋话嘅，唔使钱噶。咁即系点啊？唔俾我哋走咯？你信唔信我哋？我哋报官。系报官。佢报官喎。喂，走咗啊！哎呀，最衰就系你啦！啲咩屎叫嚟噶？咩吉汤啊？有咩用啊？而家吓？我估唔到个个都咁厚面皮过嚟运吉啊嘛！唉，从此之后，运吉就用嚟形容做无用功，做事多此一举，唔单止冇帮助，反而徒添乱子。同埋我哋咧去年宵啊花市嗰啲咧就有多人去买盘吉啊翻屋企咁样，记住咧唔好同嗰啲铺头嘅老板讲，我想运盘吉走啊咁样，佢即刻赶你走啊！你记住话，我买呢一盘，我要搬盘吉走咁样。吉咧喺广州话意思入边咧，佢既有褒义嘅吉利嘅好彩嘅意头，亦都有咧就系话落空啊。唉，得个吉啊，咁样意思话，唉，做嚟做去都冇用，竹篮打水一场空，即得个吉。系啦，好啦，第一题咧就只有我哋阿邱雪答啱系嘛？答对了，这一。
请睇题板歌词入边，边一个系唔会带有贬义嘅咧？就是不是骂人的。嗯。啊 ，A 戆居仔 ，B 反骨仔 ，C 招积仔 ，D 细蚊仔。自己答定系搵人帮手？系自己答。自己答，睇下系咪自己都识啦。三二一，开始。两边 D， 滴滴，两边 C， D 系咩 ？C 系招积仔，因为嗰三个咧，我知道就有少少贬义啦。系戆居仔、反骨仔唔使讲啦，四蚊仔一般就话啊呢个四蚊仔四啊四串波士啊咁啊，应该都系四蚊仔就系小孩嘛、哎，北方话就是小孩就不带贬义的嘛，啊、哦，对不对？咱们两个的想法是一样的吧？我以为你说。哎，咱们两个的小孩就不一样。你们俩小孩是一样的。我们一起看正确答案。D 细蚊仔。哎，我交给两位评委来讲了、okay. 这句。细蚊仔就梗系，即系佢系滴滴色色，细细粒。好似粒蚊仔咁样嘅咁样，即系形容，呢个系形容多嘅，即系一个形态嘅。而其他嗰啲咧，即系反骨仔咧，就真系咧一种带有少少系点讲，系闹啊，或者系话佢一啲唔好处嘅。戆居居就食煎堆咁样，咁啊戆居仔，咁啊即系个人懵成成咁样，懵懵地嘅。咁啊呢啲又系形容得唔系咁好啦。招积仔咧就系你一个好平实嘅人。冇乜嘢噶，但如果佢咧好招摇白霍咁样啊，哇！好巴巴闭，巴巴闭，串串功牙牙刷，咁好啦，就是那种有点不可一世啊，系啦，自负啦。其实嗰几个仔咧，你哋可以用即系广东话嘅押韵咧去记嘅，就系、是、戆居仔冇智慧，反骨仔好啷礼，招积仔咧就巴巴闭。细蚊仔要守礼，咁就好好记啦。哇！我哋马上咧下一题，请睇题板。以下有边个词系有呢个有趣、可爱嘅意思呢 ？A. 生鬼 ，B. 斩鬼 ，C. 吊鬼，D. 衰鬼。一、二、三，俾答案。D D D B， 秋雪为什么选 B？ 感觉咯，感觉个斩字咩意思啊？即系我都唔知系咩意思，但系我觉得系佢咯。OK， 好，确定啦嘛，整体正确答案。哇！斩鬼啊！斩鬼咁厉害！我觉得生鬼同埋斩鬼都可以。即係風趣啊，或者係有一種幽默啊喺度啊咁樣。咁啊，生鬼咧就係個人即係你表現出嚟嗰樣嘢好生鬼，好生動嘅。斬鬼咧就係你可能講中咗人哋個心嗰樣嘢，咁啊引起個迴響會大嘅，好多人會認同嘅。吊靴鬼就梗係唔係啦。吊靴鬼就係即係係啦，係真嘢嚟嘅。阿彭而家成日喺咧阿雪側邊咁樣咧，問佢可唔可以揀佢嗰啲，咪吊靴鬼啦。哦，明啦，明啦，明啦。廣東話咧又有嘅喎，就係跟人美食人屁啊嘛。係啊，咁啊吊靴鬼就係咧食人屁啊你。跟人口水屁。跟人口水屁。食人番薯皮。食人番薯皮。我有個問題。是不是很多广东话的口语啊口语里面有很多鬼字。哇鬼这么开心啊鬼咩咩咩鬼死咩咩咩啊。嗱好似吴霞咁样好鬼得意 啊， 啊好鬼得意、啊、好鬼靓啊。仲有啊加强语气的、哦。鬼火咁靓啊。鬼火咁靓啊。同埋呢有时你加咗个鬼字呢就好嗰件事生动咗好多啦。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因為咧好得意嘅，你發覺咧，原來好多形容詞裏面你加咗個鬼字嘅話咧， uh-huh. 就會令到一件事咧唔使太過我哋廣東話講，唔使太過上身嘅。哦、oh. ，即係你可以係好平常咁講啊，即係你好衰嘅咁樣，咁啊，淨係話你好衰啦，咁啊，衰鬼嗰件事好俏皮嘅，得意咗嘅，咁啊冇咁即係你講冇咁入肉咯，
嗰件事。系，但系咧，头先嗰啲都系比较俏皮嘅讲法，但系鬼字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咋。Hello， 你成口花花，揾鬼信你咩？即系冇人信噶啦，得鬼信信啦。系啊，阿彭 Sir 成眼金金望住阿雪。阿雪然你好鬼烦啊。唔觉啊，我好鍾意啊。原来佢好佢鍾意鬼嘅。我哋嘅选手入面都有鬼㗎。边度有鬼啊？鬼妹。哎呀係啦。即係旧阵时呢我哋讲呢即係西人啊即係外国人啊就会话红毛鬼啊咁样点样点样咁样。即係其实嗰时候有贬义嘅因为佢哋接触外国人嘅时候觉得佢哋嘅样同中国人好唔似。咁我哋嘅祖兄就会觉得啊即係红须绿眼侵略性同埋个样好似即係我哋古代啲年画入面啊描述嗰啲鬼嘅形象好似咁加上当时入侵中国嗰时候呢就即係对佢嘅即係形象嘅憎恶呢会更加强烈所以用鬼去形容其实是一个贬义。但而家我哋嘅即係去形容鬼佬啊鬼妹啊其实就係一种约定俗成嘅称谓係冇感情色彩、嗯、甚至有时候话啊你生个 BB 鬼鬼地㗎係赞你个 BB 喎、啊。係呀、啊、即係 mix 啊混血儿咁嘅意思。嗯、所以而家个鬼好多时候除即係一半系厌烦啊即係加强语气一半呢都系赞美嘅意思我觉得。OK、嗯。明白晒真系好鬼清楚啊。鬼晒咁知道啦。我知啦你嫌我。咩鬼晒咁知道我都抢晒呢个鬼晒咁样。係呀、啊。哇你知唔知你一讲完之后后面鬼杀咁嘈啊？系啊！接落嚟马上睇我哋嘅分数好唔好？有好鬼多咁多奖品啊！系睇分数，我们的分数情况。优雪系2600分，窦笑系2000分嘅。窦乐1800分 ，Jimmy 娜1800分。咁啊，分数最高的在这里呢，是有一个抢奖品的机会。不过我们的抢奖品呢，跟我们之前的有小小的区别。请讲广东话。少少个区别。点样区别法呢？就系、是、要用玩具啊、铁锅啊、铁凳啊，咁别别别别。要用玩具嘅，有道具嘅。系。啊。虽然有好多奖品摆喺度，但系个道具咧系决定佢可唔可以真正拎到奖品嘅。系咯。咁啊，请睇啦。请睇咩奖品先？预备，预备，三、二、一。啊！喂、哎，看看有没有号码？喂，有啊。接机箱后面还有啊。不能剪，不能剪，不能剪！我怎么剪到啊？一定要接才可以，不能剪哦。都冇噶。三个波，咁佢得到嘅三份奖品分别系11号广州金字典，1号爱康国宾健康体检，呢个系9号，9号是普洱礼盒，是有个普洱茶礼盒。好啦，呢、okay. 个只不过第一次俾佢抢下奖品，等间仲有好多奖品，大家千祈唔使心急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轮，是手快有手慢舞，睇下 VCR。第三关手快有手慢舞，现场趣剧表演入面有4道题目，4位选手抢答，每题有1次补抢答机会，答对1题300分，答错倒扣100分。美哇，美美同学，美美同学。昨日先测完验，一朝早喺度温书咁勤力嘅，果然系乖乖女啊！你估好似你咁啊？上波啊瞓觉，落波啊打交，今次出成绩你食硬猫面啦！主要关你咩事啫？啊！教我咩事？阿杰同学，你考试唔好，你妈妈要你食猫食嘅面啊！卡！问题边讲？翻到屋企要食猫面，食猫面系乜嘢意思？请抢答。好，优雪，话俾我听，食猫面系咩意思？意思就是你妈妈会收拾你，用普通话来说就是收拾你的意思咯。你嘅答案系错嘅，请再抢答开始。逗笑，笑哥。猫粮啊，那猫吃的少吗？就回去就给你不给你饭吃，给你少吃一点。
即是话食猫粮，即系唔俾你食，食少啲，食少啲，唔俾饭食。你嘅答案都系错嘅，赢扣100分。食猫面正确嘅解释应该系乜嘢呢？即系话遭人训斥，俾人闹，仲要系遭人白眼，系非常唔好嘅感受嚟嘅。错晒，请继续。哈，美美同学啊，唔好理呢啲咁嘅学渣啦。你头先唔系话你边条题唔识嘅？过嚟，我教你。边度啊？唔好理啲某啲人咧，高分低能，人面兽心嘅咧，过嚟啦，我同你。喂喂喂，阿杰，你唔好又乱噏24，破坏晒我喺美美同学心目中嘅形象噃。我啊，先系全班第一啊！全班第一喎、啊，你冇逼我爆你大镬喎、啊！你讲咩啊？咩啊？咩唔敢讲啊？惊我讲你惹出嚟啊？咩啊？咩啊？咩唔敢啊？晨早流流，你哋两个喺度搞乜嘢啊？扯咩猫尾？讲嚟听下。思思同学啊，佢哋咧唔系喺度扯紧猫嘅尾噶。咳，请问扯猫尾系乜嘢意思咧？请抢答。逗乐。是不是就是扯皮？扯皮，扯皮就是你说你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来扯去扯不清。对，还蛮啱的。扯皮，唔完全啱啵，错，请再抢答。好，是吉米啦，吉米啦，丑高老高，你嘅答案都系错嘅，又倒扣100分。扯猫尾，正确嘅解释系乜嘢？两个人喺度串通一齐。嚟欺负另外一个人就叫做扯猫尾啦、哦，请继续。我哋边个扯猫尾，关你咩事啊？弹开一边食你个零食啦，死为食猫。喂，你讲乜嘢吓？包晒我同我猪，讲咩咪讲咩咯，关你咩事啫？费事同你讲，咪咪同学，我哋唔好理呢啲阿猫阿狗啦，过嚟过嚟，我哋翻教室做功课。嚟嚟嚟嚟嚟嚟，你讲乜嘢吓？边个系阿妈，系阿物狗啊？你讲清楚啲好喎、啊。咳，头先讲到话边个系阿猫，边个系阿狗啊？咁入边所讲嘅阿猫阿狗又系乜嘢意思咧？请抢答。好，到啦。阿猫阿狗就系唔生唔细。吓、啊？唔生唔细嘅仔。就系小朋友那种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哦，都算你啊，动下脑筋啦，系错嘅，请继续抢答。好 ，Jimmy 啊，就系好似乜都唔系嗰啲嘢咯。咩话？咩叫做乜都唔系嗰啲嘢啊？就系唔系好中意个啊？唔系好俾人尊重嘅，好中意嗰啲人啊，马马教啊，就乜都唔系啦，你乜都唔系啦嘛。我当你啱啦。哇好，恭喜 Jimmy 啊，加上200分。请继续。小明，你太过分啦！小明，你太过分啦！我要话俾老师听，我举报你。举报咩啊？吴老师啊，我要举报小明。做咩啊？举报佢乜嘢啊？我举报佢寻日测验嗰阵出猫，攞咗猫纸出嚟出猫啊！喂喂喂，靓仔，夜可以乱食，说话唔可以乱讲。你话我出猫，你有冇证据啊？唔好随随便便执个死猫我食喎。我就知你唔会认噶啦。有冇啊？寻晚你测完验嗰阵咧，抌咗落垃圾桶嗰张猫纸啊，我攞咗啊，老师睇下，睇睇出猫啊！仲唔系一名哦？我睇你啲纸底啦。3、4位请留意，头先剧情入边出现过嘅有出猫。猫子仲有食死猫，分别系乜嘢意思咧？请抢答。Jimmy 啊，佢好想俾份。啊，如果我哋就考你先答我出猫。出猫就系头蹄，跟住就系、啊、头蹄。系啊。咁猫子咧？猫就系头头摸摸咁，好似猫咁啫。又系出紧只猫嚟啊！咁跟住食死猫咧？食死猫就系、是、就。而喺度猫都死咗，点食咗佢？咪你咪死咪啦！肯定唔啱啦，扣100分。你只系答啱咗1/3，你算你错。另外嘅朋友请抢答。小雪，出猫的意思就是作弊。嗯，哎，猫纸呢就是作弊的那个纸条。哦，就是在这个题里面。然后食死猫就系、是。被冤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硬要硬藏家给你，但是你没有做过。
啊，答得头头是道啊！系咪啊？肯定系经常食死猫啊！哇，唔系啊，答案系啱嘅。恭喜恭喜，抢答成功，加上200分。好啦，我哋用掌声多谢我哋舞台上面四位嘅精王啊！多谢。我好想同猫证明啊，因为好鍾意猫，其实猫就唔系坏嘅，但系点解佢出现日出猫啊，猫子啊，日食死猫啊，好似样样都衰咁样呢。咁其实呢呢、這个猫字呢系源于普通话嘅某啊，因为手无脚嗰啲。普通话嘅某即系无手无脚，咁啊其实就系贬义㗎嘛，即系好多手啊，做嗰啲做坏规矩啊，破坏规矩嗰啲事。咁所以呢咁讲讲下就用个猫去代表啦，咁出猫就意思系话出埋啲呢出术招。係啦，出术。咁啊猫子就系话出术嗰啲子啦，咁食死猫就即系本来唔系你做嘅，即系超越规矩嗰啲嘢，咁你而家要硬啃。是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个猫就是因为音译过来的，是卯字来的。真的不关就猫事。明白晒。好啦，现在的成绩都挺犀利下。看看哇。优雪2800分。哇。窦少1900。窦乐1600分。Jimmy Nye 1900分。就是优雪来参加这个接波波游戏啦。Come on, come on.你睇下而家阿彭咪就系好生鬼咯，好生鬼，系啊，好贱鬼啊！我觉得佢系似色鬼啊，头先我哋，我哋睇得好盏鬼啊！秋雪，睇到未啊？在奖品面前系没有。你而家好似做手术攞翻几个？呢个冇嘅。佢得到嘅奖品系。四、十二 ，and 六啊！一个个说一下，好吧。六号，竹生面、鸡仔饼、高山印象礼盒，价值1180的大益茶。谢谢。OK， 那么非常的开心啊！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环节了，系都系我哋嘅经典环节，最好玩嘅环节，叫做全心全意。考官一向选手一描述一样物品，选手一再传话俾选手二，选手二再传话俾考官二，考官二如果正确猜出物品，咁两位选手可以获得500分，答错唔扣分，最高分嘅同最低分嘅为一组，剩低两位为第二组。今日又整啲咩嚟啊？吓、啊？死啦！好。嚟啦！呢边，哇！原来系你啊！喂，呢句唔包落去噶。喂，阿小姐，你可唔可以帮我抖一抖住先？系啦，呢样嘢咧就有时系圆碌碌，有时咧就系尖尖地嘅。咁啊，佢原本系青 B B， 咁啊后屘又黄冚冚，咁啊摆喺屋企咧又有啲香。咁啊，如果咧你话摆喺个厅中间咧。又得喎，咁有啲人咧就喺佢上高啊插支香，有啲人啊插三支香，咁就佢咧就吉系嘛，可以摆得入口嘅，咁啊就如果你话讲个名嘅，咁就我又唔讲得俾你听啦。不过如果我哋讲广东话讲呢样嘢个名咧。就是你身体一部分，讲完。哎吓身体一部分。你啦。呢样嘢呢我点讲啊，我唔记得我。佢话有时候呢佢系圆碌碌㗎，有时候呢佢系尖嘅。跟住呢佢有时候系青色㗎，有时候你又系咩色啊，黄色啊。黄色。跟住你摆。食得。可以食啊。可以食噶，都可以食噶，但系咧，即系你可以咧摆喺个屋企咧，都系好香嘅。而且你上香嗰阵时候，你仲去插埋三支香喺上面，我估到系边样啦。但系佢就话我身体一望，我咩嚟嘅 ？OK OK， 佢身体一部分可以插香嘅。
未熟嗰陣時咧係青色嘅，熟咗咧就係黃色嘅，就係、是、一攞把刀仔食嗰陣時攞把刀仔一辣一辣咁剝開嘅，入面有一個白色嘅，入面有一粒一粒嗰啲籽嘅。身體嘅一部分可以擦香。唔聽得呢句唔聽都得。就係、是、圓嘅，一個圓嘅，一邊係尖嘅，一邊係圓嘅。好，食嘅就食嘅嘢，一邊尖一邊圓，未熟青，熟咗黃，一粒粒嘅籽，仲要剝碌柚。哇，咁快！请上道具。到底是什么？再讲多次。碌柚，碌柚 ，OK， 看下准确度。啱嘅，你哋两个都去加埋500分。马上嚟睇下呢组接受乜嘢挑战，请上。他童年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但是他有住一颗向着光明的心。虽然他外表丑陋，但他内心柔软，他有一颗金子的心和身体。他虽然外表好像彭 Sir 那样肥嘟嘟，但是很多人都好爱他，好锡他，有时说他甜，有时说他咸。但是如果有人拿他来形容你的话，你就会嬲，甚至会升他一巴。OK，其实他可以吃的。Next。但是呢，如果你拿他出气呢，他又会臭的。Next。OK。他小时候那时候呢就很黑暗的。他长大了呢就很光明的。他外表你很硬啊。他入面就很软。佢咧好似彭哥咁肥嘟嘟嘅，但系佢又滑溜溜嘅。佢你攞佢嚟形容你，你一定会嬲嘅，可以食嘅。佢又黄嘅，出边又系黄色嘅，入边系黄色嘅，又系金色嘅。明啦嗬 ？Next， 时间够。啊，佢细咩先啦吓？黑岩噶，大黑岩，岩色啊，黑色，岩色啊，系啊，跟佢长大，cancer嚟嘅喎，岩，跟住长大咗咧就话，岩石都会长大，吓，你听我讲啦，我系听紧你讲，整到我唔记得你，佢长大咗就变成黄色、金色噶。岩石长大咗变成黄色同金色，系啊，我唔记得咗啦，而家系得点搞啊你啊？你唔使同佢讲噶啦，你再讲咧，你会讲啊？哦，我知啦，火箭咁样噶啦。讲咗咁多，你知唔知道究竟系乜嘢？鬼知咩？真系讲到咁样。直头系乌呢单刀啊！但系我讲得好斩鬼，好生鬼噶、哦。你讲得好斩鬼，好生鬼，全力嗰啲有问题啊嘛。佢哋一讲到鬼咁啊，真系你答唔出嚟，佢哋就系啦，冇瞓觉。唔该。喂，你求其作件，跟住睇睇，要食吞咗佢，跟住会发光。有冇包埋發光嘅先？佢發光先，跟住你食咗咗就唔使發光啦。好，嚟有請我們的漂亮妹妹。係咪豬肉湯啊？有冇豬肉湯？成晚眼光光啊！嚟啦，究竟是什麼？係咪好期待啊？黐線㗎！點樣吞咗落去？食咗落去之後會發光先？冇人講過發光，佢講到落去變咗發光咋？好，我哋要宣布。一个咁迷幻嘅结果，直至令到我哋后面两位选手系挑战失败，攞唔到你500分嘅。对，咁就睇到你成绩。第一位的仍然是秋雪，3300分；窦笑1900分；窦乐2100分；Jimmy娜1900分。今次去抢奖品咧，系要担住个锣咧，
經過呢個波波池過去再搶獎品嘅，翻嚟一定要係擔住個擔挑拎埋獎品一齊翻嚟嘅。請準備啦噃，一齊加油啊！加油！加油一齐加油啊！加油！准备准备，小心啲啊！好，第二位。阿德唔识行，好重啊，拎唔到啊！丰收啦，抢奖品啦！go！收埋我哋呢度嘅，好平衡啊！恭喜你啦，最后十秒，回来，呢个女人黐线嘅，佢根本都唔谂自己担唔担到翻嚟，佢拣啲最重嗰啲嚟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跟我们节目互动起来，拿起你的手机，添加珠江频道的微信、新浪微博，下载百灵小咖 APP， 参与同步答题，向栏目组出题赢大奖。更多视频互动呢，请大家登录如下合作媒体。耶嘿，好开心！每一次我哋嘅越讲越掂，总系如此嘅开心，又可以学到广东话，享受广东话，又会同我哋嘉宾分享好多广东嘅俚语啦。跟住最後個搶獎品又可以好過癮啦，咁樣非常多謝各位嘅捧場，非常多謝。越嚟越開心，咁不如我哋下週見啦。下週就見啦，又。下個星期嘛 ，next week。下週。多謝。